一点点。我要买翅膀，可恶！极限逃脱，极限逃脱。可恶！哇，好亏哎，那到底是多少啊？哇塞！吓死我了！差一点就可以弄死他了。为什么？哎，是谁？我要走了。差一点啊！差一点，你再跟差一点就跟到小雨了。我不知道。你听我说，我操！不要！你给打了一只小小猫啊！飞起来了！直接被叼死，又锤哇！谢谢谢谢谢谢，锤五个哎、欸，好猛啊！太会锤了吧！好暗路，不要再暗了。不要再一直绕我，绕我。好，这个锤完了，要赚钱了。绕打我，我锤你！又锤了！他们高手上出不来了，太多人了，太多人了。你打我，我再锤你。我被打，救我，小雨。没有，谢谢，谢谢，谢谢。我还以为是机器，就是巧克力。就知道你人最好了，小雨。气死我了，走走就不来了。快锤到疯掉了，怎么办？我们也可以到疯掉了啊。接着跑太快了，我追不上。我们也是各种体验的动能啊。可以买。哎，重生了，再锤。我没了，我没了，急。杰瑞那边很多，不是啊？白痴！我刚刚看不到，看不到，我刚刚就从杰瑞那边拿的，看不到了，看不到了。翅膀。哈基，哈基，哈基。哎，后面哈基，后面哈基，后面。不，飞不起来了，法拉。神秘商人没有卖翅膀，没有，我们家才有卖。天使其实不能有飞。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有飞，太强了。哈。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人了，干嘛了？爷爷，翅膀还可以找人玩啊！走开，走开，走开，不准过来！哇，死了，真难过、喔。不准过啊！嗯，是是。嘿，走了走了。喂，直线距离，一定砍到你，一定砍到你，砍到间谍啦！我看到杰克送斧头吗？没有，摇头，哎，摇，摇头，摇头晃脑，三三，再来啊，剁死他们！还有哪里？还有哪里？又在又在，好痛，好痛，走开！又在，不用怕，不用怕，又在又在，小雨又在，没事没事，你又飞走了，干嘛？啊，死掉死掉！太死了！拜托，笑死！原来是鞭炮啊！我去他的眼里呀！嘣！棒！原来是鞭炮小雨啊！看不到路了，看不到了！喂，我招恶魔，他们招恶魔来打我，没水准！哎，那个恶魔其实追很远呢。嗯，干嘛啦？喂。这里一定砍到你们，一定随缘，一定砍！我们是随缘半藏流。干掉一个，干掉一个，随缘半藏，随便射。小雨，你还不到压力？快哦！嗯，干嘛？像烟火一样哎！噗！你们点可以踩，我手没继续踩。哦，因为我们在随缘半藏。三个人，然后没有踩点。踩了不踩了？后面超妙的。他不是就是他。大家在当炮台，没有空去踩点。对，真的。走走走喽。嗯，怎么一个玻璃瓶？这瓶吗？我听的礼物啊。哇，你就这样跑走啊？杰克这里危险，杰克危险，杰克这里很危险，你快飞，快飞，像烟火一般。飞起来挂掉了。阿基，快跑！巧克力在附近啊。巧克力在附近，在你后面，巧克力在后面，巧克力在后面飞起来。对，我那个的飞走。你可不可以打自己拖天使啊？我要打拖天使哦。傻眼，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可以误伤吗？不是故意的。对啊，跪求改版。我刚刚也其实都是误伤啊，我觉得可以啊。才不是，有人拿到，有人拿到。可不可以剁天使剁死人自己也死啊？你知道我们要合理化、啊，因为堕天使把自己变邪恶了，
个排挤堕天使，要制裁吗？要排挤那个多当堕天使了。然后他还制裁我们了，跑哦！堕天使来了！哎，堕天，哎，你可以让我搭回家的快车，快点，快点，没事，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谢谢。没问题，不要，不要杀，不要杀，不要杀！你没有要是不是？走开，我没有。没有团团说要啊，我就以为大家都要。这里有人，这里有人，这里有敌人。解决，解决，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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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卡住了。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不是我卡住了，你这个画面超白痴的。我是，我要生存降落。什么画面？什么画面？我看不见。哇，这是什么？哇哇，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超白痴，烟火又爆炸了。降落卡住，我就站不起来了。我看到杰克，你为什么自己过来？我就要过去砍那个。你干嘛自己？我帮你啊，我帮你啊。啊！黑暗给你锤一下，哎，你黑我锤，不要不要，可怜了，不要不要，我你我，锤喽！你到那个屋了，蹦！哇，瞬间大家冲回家，哎，冲回家，你要回家吗？没有啦，马上飞走。你们要回家跟我讲，我有带机票，我机我，还免费的、哦，那你们直接回家机票，免费的。免费。西瓜，西瓜，哇，那西瓜跑好快、哦，我追不到，完全追不到，发光了，哦，发光了，丢到两颗，我没有，哦，又放黑暗在锤你，放一只黑我就锤一只，看不到路，至少至少有那个发光可以看到敌人，可以看自己人，锤喽。锤啊！锤啊！真是一片哎！锤很锤，看不到，看不到，很锤，打不到路了。我们全部都快锤人啦！一直黑，一直黑，一直黑，我们就一直锤哦。白痴！听到他自己惨叫，复活了是不是？锤爆他们！锤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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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我跟你讲，他们全部，他们全部在跟他们商人交易啊！你这样走过去看就知道了。看不到，啊啊！我们去玩水啊！好好好，啊！不要，你真的来啊！你的邀请啊，申请难见。我以为你平常不太游泳的、啊，但你邀我，我就有了。难得的邀请，对啊，就拿盾，聪明啊！我又看不到，好聪明、啊！全部，我全部换锤子了，可以锤了，可以锤了，一堆都冲出来了。哎，没有，可是我钱不够啊，可恶！你是不是有队友？啊，摔死了！我现在已经可以原地起飞了，我超强的。你为什么要练到这样的地步呢？哎，我不止这个，我身上还带着圣天使的祝福，还可以加血。我有片面，我又飞上天又死掉了。好想看看那个圣天使的祝福有多厉害哦，我们看看、啊。对。不行不行不行，我刚已经成功的逃脱了一次。哎，看不到。他们好爱黑哦。好爱黑哦！干嘛？你有斧头？我破盾了，破盾！喂、欸、喂、欸，我哎呀、欸，那个拿斧头，我的战斧破不了阿盾呢、欸。这战斧雷雷大，你是拿斧？哎、欸，你那个战斧是锄头。哦，好怪，难怪破盾不了。我看他举的盾爽爽的，哎、欸。没有人有敌人有敌人有敌人，没事没事，快死快死快死掉了，快死来，快死来，哇，锤爆他们！刚对面一直到我们黑暗，你锤不到人了啦，没有人了，他们回家了，我买了五个，我买了五个，哈哈哈哈哈哈！赶紧复活，赶紧复活啦！哇哇哇！哇，补血补起来了，补血补起来了，要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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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全要三个了吧？全丢光，全丢，全一口气丢，一口气丢，一球一。哈哈哈哈哈！丢哎！
不要离开我！哎，等一下，我是不是躺在？我躺在你屋里对不对？没有，我看你正常啊，没有啊，正常啊。刚刚最后直接把小雨踢过来，我躺在你屋里，正常的活下来了。一直飞，一直飞，白痴啊！这画面好好笑。也都天使这样玩啊！那要换到吸血鬼一方吗？嗯，可以啊。换我们吸一下，换我们吸一下。好怕被虐了。我也觉得有这种感觉。不过这样也可以证明两边都行完的。对对对对对。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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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跳跑酷里面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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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对啊，要换地方啊！哎、欸，这边是吸血鬼吧？是吗？这边吸血鬼啊！对啊，雨月帮忙读好了啦，雨月帮忙读好了。好哎呦，嗯，开始游戏。为什么你只说雨月？哦，因为我刚刚看到他。哦哦哦！把他打爆了！打爆咯、啊、幸运的村民把那个打爆咯那个自动选队的按下按再按一次好不好就是让我们选那个选队的那个模式哦可以他会直接出来吗应该会覆盖掉吧可是已经在这个阶段杰克你知道一干多了不行哦有了出来了不行不要一干多GG 了 GG 了要重开了哎、欸、有啊回来了有啊出来了他先随机分队呢谁按到了吗？没有，你刚刚说要重按，我就重按啦。对，然后对啊，对啊，重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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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下他就要再重打那个呢，重用那个敲掉还是什么？那个还好，那我有，那我有，等。好。好。那是我用的，我也会打指令。特别会打指令啊，尤其像刚刚一直在打 TP 指令，不会。你们 TP 卡？我知道，我知道。Kill 最会了。我最不会打指令。口袋沙滩小道具。Happy 什么？对啊，那是什么？玩小道具吗？就玩具吧，我像之前我有拿到骰子。是。外面准备好了没？啊，可以进去了。好，可以了吗？那等我顶个地方。啊，我长怎样？我已经买比较有风。结果，科西来了。科西，欲罢不能，我在偷东西。你是说有风声？有风了嘞。对啊，我。要早讲嘛、嗯！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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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声，风声，风声！我识破你的识破，真的很好玩耶！我识破你的，真的很好玩耶！识破，我觉得那很好玩，可是那个讲解规则就比较麻烦一点。啊、嗯，要讲的一定都看不懂在干嘛，绝对会看不懂。玩了一遍才知道，我是玩了大概十次。不是有那个网页版的桌游吗？对 啊，对啊，就是一玩给观众看的。以前风声有，对啊，玩给观众看不就跨不？以前网页版有那个啊，有风声，可是关了，只剩三国杀。三国，玩风声真的很好玩。网页的桌游有好多个哎、欸，嗯，可是很多有很多个途径。对啊、哦，我们玩的印加宝藏，小雨还没选对，不是免费的了。这是哪里啊？哦哦哦哦！在网上上面有指定方块哦，跑去哪了？隐秘的地方哦哦，他今天在拆解人家地图哦，就是这样子才能学习如何做更好的地图吧？
期待那个啦。哦，期待那个、啊、那个不能说的东西，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另一个，那个机密 UHC 对，哦 UHC， 對你们想要先 UHC 先出来还是那个先出来 ？UHC 那个先，我想要那个，我想要那个，那个好好那个先出来，那个先出来。我认真说 UHC 的 1.13 我有到8，哦，已经有了、哦，我会再测试，然后下个月欢乐场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哎呦。对，那另一个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啦。我其实很好奇，他自己。